彼得爱做到以人为本安尼嘅全面照顾政策，爱照顾机制克服菜地老化同菜地安养，遵从当地嘅生活同文化，啲客庄天气传统嘅白宫照顾站，计划爱嚟办客家文化同老幼强乐安尼嘅活动。今年呢，总共有18个点，请下参加。平东烟厂之乡对潭头山记录的小朋友同北宫政府占地部的装备强化创同游韩青等人写的江西亲身之的岩毛虫故事跟装备堂。小朋友用诗卡同图画来讲故事，搭配到同作韩国创业的系小朋友全场用客家话讲故事，请等一下个样的本装皮看得真欢喜。从新年样，我玩好多骨头，从今年做我用一边做嘛，个路就好就多个啦，所以真快乐。从俺今年个讲客话吼，变俺们各标准人呢。啊，雷都样呢？本身阿公阿婆啊，快些讲客家，因为也新年嘞吼，也蛮新年过少讲的。佮听到阿人讲，哎，今年佮听呢，都同都唤起今年想要讲客家的念头诶。平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表示，北宫政府站系由客庄的市级创造站基点来挂牌成立，主要照顾客庄的装备。透过各站点同附近的小学或者系幼儿园合作，以装备做形象，用客家话来做主要的沟通语言。加油！装备同新人的互通，同客家话还有文化向下参见。加油！也不讲哈，政府站对我哋咧，客家文化和知名性加高强。佮就睇意识上啦，带领大家对族群认同，加强佮多。陈立平表示，北宫系客家人对土地共嘅称呼，唔单止强调客家人嘅感情安好，韩国系生活嘅一部分。平东北宫政府站有耐心对土嘅精神，兼顾客家地区嘅差异性。本客庄得到因为无相同嘅蔬菜，有无相同嘅照顾服务。客家新闻潘胜峰平东报道。